Namo Amitabha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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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Amitabhaye. 第66页。集合修得法各方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色之心不能骗之无数无量亦如有多诸佛国者不去增加这第23愿啊，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弥陀都能供养他方啊，这掌佛的神力，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以十之群，不能骗之，无数无量，亦如有多，诸佛国者不去增加。从22愿开始，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就是他方世界的菩萨，生到极乐世界来。啊，就是极乐世界各种的菩萨了。啊，上一课呢，他能行菩提之德；这一课呢，是供养他方十万无数无量亿以及的多少菩萨诸佛。所以说，跟那个弥陀经上对比起来，弥陀经上是七度人民，能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极乐国中的现在是指的菩萨，极乐国中的菩萨成佛神力，这句很要紧。成佛的神力就是掌阿弥陀佛的力量，能供养诸佛，供养诸佛多少佛呢？这一食之间吃一顿饭的时间，就能供养啊。无数无量亦如有多诸佛国，大家想想看，既然世界行不是道多变了，原因就是丁耀经的成佛神力。所以既然世界的阿弥陀佛具足发的这个愿，他已经满足了。所以说第23愿的他极乐国中的菩萨每天早上一食之间能供养这么多的佛，是什么原因呢？说明一个，就在极乐世界行菩萨道很方便很快，这个快它还有一个动力呢。什么是它的动力呢？这个大家知道，就是成佛神力。成佛神力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它有这个功能，那所谓的动力啊，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菩萨能每天早上供养这么多的诸佛，无数无量亿级啊？那都说了，无量无数这个数目是没有个办法编辑的，所以他们的人民能供养10万亿佛，最吉祥无比。所以菩萨就能供养无数无量亿级诸佛。成佛什么神力呢？大家要知道，就是阿弥陀佛因力发的那个48愿的大力。阿弥陀佛48愿这个力根本的力量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无量亿级行佛道，哎，行6度万行，无量诸佛道。成就了，你的人什么是无量亿劫的菩萨行菩萨道的利用呢？就告诉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佛教一个总的名字叫七圣者，七种圣者我们也说过几次了，动力就在这个啊，就是根本法人，每一个菩萨行菩萨道都
都要以七神台庄严极乐世界庄严他的国土。七种圣台是什么呢？大家可能有的记得哦。实际上呢，就是师就是布施，持戒啊，持戒。第三是忍，第四是邪，第五是慧，第六是禅，第七是愧，惭愧。前六五种是财，是所积蓄的财产。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懂吗？所以说“喜”这个字呢，也不执着，就叫喜；不以无为能施啊，终将我是无所施，地相是无所施的人，就三人俱空。三人俱空一种修法，这些大乘的菩萨修法。我们要知道佛教提出大乘就有小乘，小乘实际上呢就是四六度。我们现在说极乐世界的菩萨到他方世界修就七乘财法行布施，这是理六度啊，所以叫第五种又叫习啊，第四种叫普习，第五种叫慧。主要的慧是能动力有波力，惭愧两个字呢都不干娘满足，因为禅是禅智，慧是慧他啊，禅智呢自己惭愧，样样不如前头的人啊。诸佛的功德圆满了，不障菩萨那个是在因地嘛，都不要修七圣才在庄严个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在因地都不是修的这个基本犯人，叫七圣台犯人。七种圣台为什么会有七宝琉璃庄严礼地为地的呢？大家要知道，我们拿娑婆世界来比一比就可以知道。我们佛教经常讲因果嘛，哎，你经常布施来生就大富贵，那为什么？你经历难布施来生就会发财，原因就是你是种的富贵的因啊，你种富贵因，当然就得到富贵的果。我们好说好多次了啊，这佛教的呢，投资很讨便宜，在佛教的投资，三宝的投资，这个利润最大。为什么呢？地藏经我们下过了嘛，喜得万宝啊。喜得万宝，哎，大家要记住，要供养一块钱，将来要得一万块钱的利润，这是个利润很大。这个不是估计佛教有这种事实，但是这个道理，什么事实呢？因为你经历是有喜心，有布施心。你比方说，现在我们中国做了紫林斋菜了。而、啊、你现在云住了一块钱，将来也能得到一万块钱，为什么呢？这是一般的人力不够，这不足为奇。地藏经讲得很清楚，你若自心回向佛道，个个都要成佛的，光是布施这一行就能成佛。因为回向不是回向马你一个人，佛教的回向有三种，一般的讲难的讲有三种：回志向他，回因向果，回事向理。第一条是回志向他，怎么样子呢？一是功德回向法界里去种人，这个他包括命很广，命很广。这不回向上去提得万宝。要回向法界众生呢，个个都要成佛的，所以这个利润多大了呢？实际上他们也这个高利，好、哦，不教育。我为什么救济这个地震灾害的这个人民也有得到一万宝呢？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他是人力不够，也没有回向。所以说，佛法了，
是这个因啊，有其因必感其果，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像极乐世界的菩萨成佛圣力，能供养他方无数无量亿劫的诸菩萨果啊，诸菩萨啊，诸佛，这个功力就大了。那个理论就不好说了，哦，说起来太狠了。为什么呢？必定成佛，成佛这个功能就是不可说，不可说啊。所以说，我们上回讲的这个啊，菩心之德这个时候，我记得也讲了，菩心菩萨是大愿王，就是一在临终不定了居后，不见回向，这就是菩心德，也就是菩心之行得到的功德。这个里头是福慧双修啊，是大愿王里头啊，哎。十大愿望力不会装修，我们就应该知道必定成佛。所以说到这个普贤菩萨地下所集中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十大愿望力这么大的功能呢？因为它是三世诸佛所称赞，三世诸佛所称赞的十大愿望力的功能，不是一卷佛两卷佛，三世诸佛，那过去有过去无量无量佛，现在世界上也有无量法界之力，将来还有无量无量的诸佛出世，都是供养，同时称扬赞叹佛性菩萨把这十大愿望功德大得很。所以说极乐世界的菩萨供养他方十万十万无数无量以及的诸佛，诸佛供，那就数目字就不好说了。主要的是成了神力，没有神力了，没有诸佛的神力了，还是不容易啊。第24愿，修得八国中菩萨，在诸佛前信其德本，诸处求药供养之具，那不如意者不去增加。这个第24愿呢，也是他方诸佛的菩萨，那是我的把供养菩萨在诸佛前信其德本，信其德本是什么？信其其就是之前的修十大愿望的，也可以说是成佛神力。这个起字是有所指的咯，啊，大家在文字上面啊比我指的多啊。这个起字是指法之时，指的什么呢？指的前头成为神灵，再到前头这个22愿里头呢，就是普贤之德。普贤之德说在极乐世界的菩萨都具足了，信其德本啊。德本，持德本就是菩提愿，也就是成佛神力，这个功德之本。因此，诸所求药供养之具，无不如意。供养他方诸佛具，不是空手去的了，都有所表示。在佛教里，概括起来就是十种供养，什么工具呢？就是香花灯烛骨茶色宝珠衣是的，包括一切供养都在里头。所以说我们佛教了得到这个功德的德本，它只能有这个福德智慧，有福有德，它就干了这个工具，自然心情啊，所有的工具要求什么工具就有什么工具。前头我说的了十种供养是概括，就是总的啊，无非是香花灯烛。香花灯烛的表本身也是表法，也是表法。
大家要知道，诸佛并不要你供养，你能供养的这个人，你要举动他的自己的逆缘。你比方像供养香，香表示什么？我们所以佛教徒呀，要知道，不是你钞票多买的香多，诸佛就欢喜吗？不是。香表示持戒，你真正持戒、清净戒，就是最好的香。所以说，戒香后要戒定真香，如香长立，这是占的占什么？香呢？占的香呢？香又占什么？因为香表示戒，是称赞戒的。佛菩萨三无漏法之力，第一个就是戒。诸佛在经中都说得很清楚，戒为无上菩提本，戒为无上菩提之根本。无上菩提是比如高楼大厦，戒的就是地基。你这个基础打不好，没有戒，你总能把高楼大厦砌起来靠不牢，因为你根基不好，就是一般的人常识，对吧？所以说我们佛法所有的供养都表法，花是表示什么呢？花是表因地修行的范畴。所谓以因地花将以果上的，因地花就是修诸行。那佛法里头啊，法门当时无量，简单的说是百万世心法门。所以我们现在修净土的人念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以因地的因花供养果德，因花以因地修行，就是表示花。哎，你不用功的供养诸佛，你再把花滴起三高没有用。诸佛菩萨不要闻你这个花香了，诸佛菩萨要一个是要你持戒，第二要你真正用功香花。灯表示智慧啊，灯表示智慧光明嘛，对吧？比方说我们佛前供灯经常有这么几种情况，你看我现在讲的，现在这个讲坛前面就有两只蜡烛灯，有家的电灯，这表示什么？都是表法的。为什么第两张灯呢？两张灯就是表示群色二字，也表智慧。你说还有很多的灯呢，东面还有西面还有灯，这个顶灯算不算灯？当然也算灯。一切智，一切种子，一切种种智，无量不离法门，都叫灯，都叫灯。所以说我们佛教里都表示表法，你自己点千盏灯万盏灯，你不念佛不修行没有用，当你是思想中的还是有的啊。所以说呢，佛教里都要讲表法，没有法的那实证你用，你在供养中佛不欢喜。你比方说你烧很多的香，你自己不持戒，甚至于连十根本念都不持，那不欢喜不欢喜啊？不欢喜。你怎么知道不欢喜呢？我经常讲的，不是我说的，诸佛都是以万性的根本，以戒为基，万性的根本，以戒为基。修一切万法，修无量法门，你不持戒空的。所以说你们大家都知道，诸经上都有几句话吧，我说天龙八部大家都知道啊，那你弥补经上都有的，比方说声闻众菩萨众天龙八部，这个底下天人众嘛，为什么有天人众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分出来当中修行人是有个
可是有的是持戒，有的是不持戒。什么人是持戒的？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三种人都是持戒的，天龙八部就不一定持戒。你是在根基期呢，他也不浅。你比方说华严会上，华严那个声闻缘觉都没有资格去听，哎，偏偏天龙八部还有的听，这什么意思啊？这怎么教理的讲呢？天龙八部就是趁机借玩，就是说修行很用功，他也懂烦恼了，可是他戒不清净，因此八部鬼神里头还有人，还有畜生，龙就是畜生嘛，虚的畜生嘛。当年龙有几种？有天龙、山龙、黑龙，啊，有地龙、有金龙都有，只是各有各的境界不同，啊，各有各的因，那就太多了。重要的，我们在天龙里头有畜生道，它是戒根不全，但难免畜道，但是他心地清楚，心地清楚。就是趁机借还，趁就是修行方面，修行功夫相当好，就是戒不清净。所以八部鬼神的人呢，有大蟒神啦，有金翅鸟啦，为什么？大部神是畜生，就是大蟒神，金翅鸟是禽，飞禽嘛。所以说他们在畜生道里为什么闻到大花一番呢？因为他就是修行很用功，戒根不清净，这个道。反过来说，声闻缘觉多半不能听是为什么呢？他是戒就称还，戒是很清净，尤其是菩萨尘，是戒尘俱净。声闻人缘觉尘，他是戒净称还。哎，所以说这个里都有分的，因此之故为什么说这话呢？信其得本，哎，所求诸药却供养之具，哎，求药的所有供养之具不被容易。供养具里的就是一切供养，就是在说底下花灯的五叉是包主义。我们下这个到这个工具就知道它有点雷音，大家要注意，不是佛法是空弄的，有具体的修法啊，有具体的修法。所以说佛教徒为什么叫佛徒？要教什么内容啊？要有智慧，无论六度十度都是以智慧为指导。学识了世界人间情，回方为力之十字十度，要不是世界人六真经前经智慧，还是要有智慧。六度十度都是要有智慧为指导，就是波流慧啊。所以说才能满足你的供养之具。既然世界菩萨去举着这个功德，那心即得本嘛。其实我们才说了呢，其中有两个根据啊，就是佛力加持成为神力，第22条上就是能修普贤之德，这个就是根据显其德本这个起子了，所以要知道。那不如意者不去正教啊，就是菩萨供养他方无量一切诸佛的时候，所有的工具都要如心如意，要有什么工具就有什么工具，要有多少就有多少。我们上次晓得不应心于名十大愿望当中啊，第三广修供养就说得很清楚啊，这是多少的工具数目者都是如须弥山这么大啊，等有一路四大开去这么多，它归纳起来，既然
讲究什么？中共养中，法共养军，大家知道吗？所以说，新法供养均为殊胜，即是如是修行供养。啊，如是修行供养啊，大家注意啊。我们晓得迷不精，佛陀教了我们如是修行、如法修行、依教供养、修行供养，都有这些话。所以我们晓经呢，要知道它经的精华所在、重点啊，它既不精。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三宅光义供养当中，那个起乐里面香花灯灯火茶色宝珠衣都有嘛。可是呢，集中起来，他说主供养中法供养具，这个里头极乐世界的菩萨供养他方无量无数的诸佛，所有的工具都无异。在哪个力量？修法供养的力量，法供养。不再是原来六度也好，十度也好，都是用七圣台来供养的。七圣台的利用就是如何修行供养，这一点很要紧啊。诸佛菩萨并不是贪恋香花灯烛火茶色宝珠衣来供养他，他不需要这些，但是全凭你的心来用功修行。说供养都是有标本啊，我们刚刚讲了第三个，对吧？香花灯土是什么？香花灯土的土字就是清水供养佛的水，水供养佛表示什么呢？表示平等心、慈悲心。水表示平等，水这个面积最平的，然后是水平性，水平性。怎么也表示慈悲的呢？水是大悲水啊，悲心啊，悲心是滋润的。众生的烦恼是利的，烦恼是利益，所以诸大菩萨都用慈悲清凉水来解除众生的苦恼。所以叫做大悲水，所以叫清凉水，而且诸佛菩萨都要以水来表法，就是一个是表示清净平等，水是最清的，而且是平等的。第二个就是滋润的含义，因为众生都有烦恼，烦恼表示利益，因为诸佛菩萨以大悲水饶于众生嘛，因此呢，所有释迦牟尼佛说的法，第二体会，一个要知道它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并不是凭空的抄的。他有说的根本的犯人，就是要叫人做。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法法在世讲，不离世讲教”。你念阿弥陀佛的人不错，是一心求生西方。说其实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如来修行，就是依教奉行嘛，啊。所以说，我们诸位想佛的人、想菩萨佛教的人，都要知道佛说法的含义，你才能真正得到实益。从文字到文字，那是教条主义，不行。一定从文字上得到理论上的事情，理论上事情还要实践到生活当中去，这样才是真正得到实在的利益。所以说极乐世界的菩萨供养他方无量寿诸佛，他首先在诸佛前显其德本，所以才诸求啊，诸所求愿，诸所有求欲供养之具，他才圆满，才是如来的意义。如果没有具体的修行，没有具体的供养，没有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如来修行供养，那是空洞的。就像西会上有多少人，你阿弥陀佛，我叫他问了什么？
那阿弥陀佛你觉得吧，是吧，我听人家说讲你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两大宝青铜的，而你比弥陀经呢就是一个大云毛了，你比心经就是一吊钱了。你看看就是这家人就是十老的佛，你说你能拿回去了，把阿弥陀佛把你心经你弥陀经变成钞票变成钱了，这是真的是好奇啊！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就是一个大铜钱呢，就这么比一下啊，嗨，所以不瞎胡说了。当年比本尼也好得多啊，徐林他懵懵懂懂的不知道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也是种了一个佛根，还是好的。可惜了，比了生死这个问题不大高。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阿弥陀佛是搬运来做，你真正做到，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在这大江家里面这脾气你做了百分之十你都能生西方了啊，呼唤的百分之八十动的五十六十呢当你更好，能做到百分之十就能生西方，所以我们要如法修行啊，如法修行才能供养大方诸佛，才能得到多少的工具，要想有什么工具就有什么工具，因为你要修呀，不知道这种修法你怎么能得到这个如意的工具供养诸佛呢啊，所以不如意的不去增加。只要进行二十五条，二十五条学无的法，各种菩萨本能因所以其智慧不去增加，这菩萨利他的功德啊，勤的是自己供养他方诸佛是自利，供养他方诸佛是上求不到，这个第二十五条呢是教化众生，就下化众生，下化众生教化众生用什么去教化，一切智，哎，一切智能引述一切智，只将一切智比不上，因为佛教的一切智就是无漏智啊，是确实法，只将一切智都是有漏法，都是四讲法啊，其实现在举聪明的科学家做的也是听话论语啊，现在尤其是很多些提出来了啊，科学发展观，发展科学嘛，科学发展观什么？就是思想智慧啊，没一个机器吵不起来，没有一个新式的武器吵不出来，都吵得出来。当年这个你的勇气选不选就看他怎么用，对吧，世界上黑怕的就是核武器，世界上核武器最厉害，他也错他也黑怕，现在世界上就有供养嘛，联合国就有供养啊，不准发展核武器，不准核扩散，有核武器的人家国家都不准用，用了干国际法这个规律，为什么一错就也不用了呢？科学太发达了，这个东西不能用啊，那个炸弹下来，你像四川这个地方大地震，那它比不上它。现在核武器你们听说过吧，核武器现在要被大西洋的，要把大西洋的水能吸干了，士兵的肉体都变成黑洋，这么大的威力，四川这个地方不过五个县呢，太平洋不止五个县嘛，而且把这个五个县的范围，太平洋的水统统翻到陆地上来，把大陆都要安成大洋洲啊，那个威力这么大呀，所以世界上不准用啊，不像中心美国在长崎广岛日本的两个小原子弹呢，两个小原子弹，一个原子弹就把一个岛就赶过
光了，不光现在核武器啊，那不得了了。所以说科学的智慧就这么高，这么是不是近期时间的世界的，就是毁坏世界的东西，都属于世智。我们发发的一切智，就是有的人留生死成个道都懂生，所以一切智具殊胜。为什么能说一切智呢？他菩萨已经有利他的心啊，教化众生才能说一切智。凡是极乐世界各种的菩萨本来说一切智的这个人，那阿弥陀佛都不称呼。哦，你看说如来不得一切智者不去正教，所以凡了生了极乐世界的各种的菩萨都个个都能说一切智啊，引化一切智啊，教化一切众生啊。这个众生在哪个教化啊？都是到他方世界上去教化了。极乐世界的一般的人民不要他教化了。所以凡是生到极乐世界各种的菩萨都是到他方无量世界里去下化众生啊。这样是第二十六条，二十六条，西无得法各种菩萨不得金刚如如因身者不去增加。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前头说具足三十二相百善中华之末精神，这个地方说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要得到金刚如如因身。什么叫如如因？那坚固的意思，金刚就是锋利，身体是坚固。实际上什么叫坚固？你们知道吗？金刚比坚固，金刚不坚固。如如因比坚固。实际上如如因什么身体呢？发生力的一切真空的境界，所以诸佛的发生比一切处。什么意思？那是真正的金刚如如因身呐。金刚是譬喻不坏，如如因是真空的境界，真空再不坏，不是现在天上的虚空，虚空是完空，没有凌驾性。所以我们诸佛的法身譬喻去处，那是真空的境界，那远远不会坏。没有坏的时候嘛，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所以打空，空性，金刚如如因是空性，也就是证到诸佛的法身。极乐世界个个都证到诸佛的法身，法身真正的叫如如因身，啊，然而不是这样的。那我们释迦牟尼佛接受了法藏菩萨因力如来说，生了极乐世界菩萨如来不得金刚如如因身的，他不去成佛。所以说生了极乐世界人决定一生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看看才做菩萨就得到金刚如如因身，就是真正的法身，他不成佛做什么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就是成就人们成佛的那个大的佛像院，那真正的佛像院，那成佛的吧佛像院，那实际上哪一个有哪一个佛像院好啊？哦，我们一听呢，咱们佛像院的什么同学也这样讲，哎，你们考虑一下佛像院不行，佛像院上两年佛像上下多少了我不敢说，不要说你们了，连我自己我也晓得可怜得很。在佛法宝藏里头大概是大概一滴血吧，啊，大概总一滴血就少了，这可怜到这种程度。而你们年龄能下多少啊？我不要是起牛了，我就是从六十岁开始二十八年来了下几滴水，所以不下运呢下不到东西，
他是啃一下的，下这个皮毛，他啃下的那是根本都不好。真正得到饭饭的利益的人，更是说上高手。那饭饭是什么呢？是自己觉悟，自己晓得世间上什么东西。世间万法都是以气有为法，《金刚经》上讲的嘛。以气有为法是梦幻泡影，那假的呀，幻化的东西呀。能觉悟到这一点，才能说知道一点佛法。不管寒门的肯定得到了，而有的我们不是说下不下雨没有用啊，那也不是这含义，总会好的不比不下好。你重要一个基础，所以真正要靠佛的极乐世界大佛下愿，那成就你成佛。哎，那个有个规矩的，什么规矩啊？你不下成佛，他放你走，他叫你这样的搞。所以极乐世界呢，就成佛的国家。因此，释迦牟尼佛也好，十方诸佛也好，无不称赞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这个国家。哎，阿弥陀佛是大不下愿的院长，他具教导的学生都是要各个成佛。因此呢，极乐世界的人都各个都得到金刚能录音声啊，让他去啊。不得金刚能录音声才不去证了。只要这是27条呢，27月西无得佛各种天人一切万物明净光丽形色殊特微就穷极微啊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对的天然又能明了并是明受者不去增加各种天人各种人将人天上的人一切万物眼睛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这一段就是极乐世界的各种天人不管一切万物一切万物就是思想上东西就是他那个极乐世界的东西极乐世界的东西我们应该知道了啊比如经常讲的多七种来源七种路王七种王数啊七波子八功的学有情者发不可公家无情者发微风举动中国行路几个路王这一切也包括叫一切万物他的万物什么样的呢银镜光丽银是庄严镜是清净还有光明光明我们娑婆世界里有的光明吗我说顶顶能量顶能量顶能量只有一个我见识它亮吗你必定东西没有光明了极乐世界以切万物了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物质都包括在这里如来的啊黄金为地都是光明的我们中国的黄金所有光那个光可怜的很极乐世界那个黄金透明的讲了几下解说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就知道了然后无量有间底下有黄金地为地是透明的黄金地皮底下还有空浆空浆底下还有八个佛珠啊就是了婚姻上的人啊是了婚姻上有婚我觉得世界各部那个部分里就有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极乐世界所有一切万物都是银镜光丽形色殊特形就是形状色就是颜色殊殊妙特特别什么特别法则呢你讲在讲讲难的说句话比方说极乐世界枯树
他就是形色殊特，形形貌七种行数以和一重重的行数都是一样，字字相抵，意义相当嘛，都是有光明的。那个知意根恒知意都是七波转移起来的。你说它奇怪不奇怪了？你像我们娑婆世界的就是那个公园的那些花草啊，那些修啊金啊金啊修啊，你细细研究研究，但是形式不会同样的。所以极乐世界的七种行数是同样的，哎，就是这形色殊妙，形就是特别这种。这个色就是颜色，颜色只有七波庄严，它有七波的颜色。哎，你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色色色光不是光。这个四大种底下还有青蓝紫不黑香江盖起来，都是一定的道理，这规矩严格得很。哎，一个枝子跟这个枝子都相当的相称的，叶子也是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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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标准得很。我说这句话没人相信的。极乐世界真正的要十二观音，我们只要想一想，确实是这个道理。真正观极乐世界这个殊胜庄严，实际上这个字了啊，形色殊特这个四个字了，就形容极乐世界那个具足的情况。而且这穷微精妙，穷微精妙，穷的境界不是穷啊，穷富的穷啊，这个穷的境界极尽微妙。什么叫微啊？你说这个微字是微细的微吗？不，妙的是穷极微妙。所以说穷啊即穷啊即微穷，穷极微妙的这个人是很了不起。说精微了，他的这个他的具体的内容说起来不得人相信，看上是一棵树，而且是树是七宝庄严的，但是又没有障碍，又透明。你实际上有这个东西吗？极乐世界有，为了极乐世界有。所以我们世界娑婆世界所说的这种情况你得人相信啊。波树的透明的啊，我们前面大概说过一句话，极乐世界的躲藏树，它里能吸引十方无量诸佛世界在里的中大梵尘啊。我说的了，那个电视机你到极乐世界看那个电视好啊，我们娑婆世界最好的电视机什么电视机没有你参加，你只能看，你只能听他说。极乐世界不同，那个道上说你的心十方无量世界诸佛在里做那番人，你可以亲自跑到那个诸佛面前去请开示，你有反应权，那是穷微精妙，穷微精妙。我就这样句话比较说不清楚，所以说无能称量，没有哪个来称赞极乐世界的，衡量它，它的数目，它的好处，好处到什么时地方不敢说。所以接下来才讲到，其诸众生乃至得得天安啊，得得天安，又能明了，并其明数者，不去增加。你看看，就不要说别的世界的人，就是他极乐世界的人，其诸众生乃至就是具体相度的，都个个都带着听啊。这个带着就是等于极的意境，以及一切众生都得到听安通，
都得到平安中，又能明了病机数的，他举证讲，那么怎么？就是极乐世界的数目之多，好处多，多的不可想量，没有办法说。乃至各种的人，个个都得到平安中，能辨明他这个数目之好处，辨明不了。多也多的说不过来，穷尽微妙的那种境界也说不清楚。天安通的人呢，不像我们娑婆世界六万凡夫了，那是更没有说了。所以极乐世界这种庄严的好处做什么呢？他来了利益众生呢，众生到那个时去，就是境界殊胜，那个空气好。我们说娑婆世界这个地方，要花园的游览一下子，啊，山区的游览一下子，空气好得很。极乐世界的空气是真好，娑婆世界凡是有空气的地方都是污浊的，啊，有利必有害，而且不自在，对吧？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苏州一个旅游团到那个四川北边那去游览，有三部车子，啊，将将差不多我们算是一半，有一部不出在太平五市回来了，中间一部出在三十多个人，只有五六个人回来，后头一部车子呢没得影子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你学习到哪找得到了？不在了，不在人家了，所以苦啊。极乐世界那时候物质没有妨碍的，不会害人的。首先它是地平如掌，这个掌便是我们人家的掌啊，诸佛的手掌平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好，十方诸佛也好，四处平满。怎么叫四处平满呢？年手难教平的，手掌心是平的，我们这个人的手掌心到瓦瓤，瓦瓤表示什么？你们听说过，我们的人手足脚心手心都不平，原因就是心不平，所以手掌心嘛，家是家底心嘛，都叫心。哎，我们这个表现就是心不平。看到好人、好看的人、有钱的人，他就高兴。嘿嘿，看那个穷光蛋、白太黑、老头子、老奶奶，突然间看不起的人，都看现象，人心不平。诸佛菩萨为什么平？你们知道吧？他除去他的假象，而看他的实质。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所以诸佛的心是平等的心。我们那么说的呢，以大悲心供养诸佛，就是香华灯土的土字嘛，表示什么？表示平等心、清净心、平等心，诸佛的心在真正清净、真正平等，所以他死心都是满足，要守的地平如掌，极乐世界的地平平的，一滴不得高啊！哎，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地为什么平啊？没有高山，没有大洼穴，为什么？心地平，所以我们为摩经上是心地平，一切皆平。那我这个，这个人不太黑啊，那个妄想心倒蛮大。我也想呢，就是了观音讲座，还要想呢，为摩经这个也讲的太好了。那因为太好了，我都想要讲。不过呢，这要说不是慈悲。我要不死我都想讲，不过呢现在不能说糊涂话了，不一天说一天，希望大家呢真正的抓住心情，不要讲到未来。
不过我就是妄想心啊，你们呢得好好念佛，好好念佛有两种意思，一在大家都这么中会，可以呢多闻点佛法，也是助行啊，哎，所以生了经上智慧如何增加他们智德。第二个呢，需要多念佛的名音，每个人都晓得名呢，没有生病啊、哦，身体健康，天天来听经嘛，是不是？这不是我的希望呢，也希望大家这样想。但是呢，我们佛不是慈悲，众生有愿必成，你要发愿。我也在做发愿，是跟大家共同下心啊。所以说，人秉持民俗的不去增加，说极乐世界的好处了，说不能尽的。第二是29条，啊，28条，修得佛各种菩萨乃至所供的斋，本能自尽其道场数。无量光色或四佛万里者不去增加，这个第四是啊，二十八月呢，这是道场数。什么叫道场数？我们在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也有一个道场数啊，菩提树下成道了，那就叫道场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个道场树，比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个菩提树高了不可多少倍数，那是四佛万里，四佛万里啊都高，呵呵，所以说道场树很高。这极乐世界的人呢，你看修无得法各种菩萨乃至所供的者，那本人自尽其道场数无量光色或四佛万里者不去增加，最少的功德各个都看得到，四佛万里啊，四佛万里，我们叫四佛里就不得了了，那何况四千里，那还得四万里，四佛万里，那这个数目是很大。但是极乐世界的人，只要生到极乐世界的功德最少的人啊，功德最少的人各个都能看到，也就是说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能看到这块的道场数。你能问到看到道场数有什么好处？哦，那就不可思议了，看到道场数四佛万里，什么事情都要相称的啊！大家经常放开眼光看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的话，这个道场是四佛万里，假设要想嘛，娑婆世界这下午呢又长了新生，在那时候底下这么长，叽嘎嘎行不行啊？不行呀、啊！那么什么样子呢？四佛万里的道场是我们敢说。那是阿弥陀佛心的报身相，报身相嘛，就拿娑婆世界来讲，还有心脏如形容什么？我估计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身不能跟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比较，他那个数跟他的身体相称，起码十分之一而已吧。树比方说一丈高，人也应该一尺高，树有十丈高，人要一丈高，树有四百万里，我们如果保证起码有四千里，四千万里，如果没有四千万里太不可称了，说极乐世界的保证像不可比，最为殊胜，所以提了一个道场树，是不是道场半道之长，
那阿弥陀的宝山像肯定要合成，对不对？我们天下极乐世界的阿弥陀宝山，那个是，不过话又说回来，怎么回来了？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说诸佛的宝山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刚刚升到极乐世界的人也是菩萨，可能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宝山就要越来多。大菩萨境界高的人，无名菩萨多的人，那见到阿弥陀佛的宝山像就高得多，哎，千差万别。不是阿弥陀佛去故意变化这些身体，而是众生根性所证的境界不同样。这个里头，我们要知道佛法的境界是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而要说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佛法里头平等当中还有不平等，理性上佛性是平等的，效力上、知识上千差万别。所以诸佛菩萨在极乐世界也有这个情况，不是统统平等，不是理事糊涂混淆这一块，不是的。所以成佛的这个道路很遥远，主要的求生西方就是不提转，不提转于六道凡夫于二层境界，所以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境界，菩萨境界都是懂明三好渠道，二是都没有的人，所以极乐世界这个上面是平等的。所以道场说来很高啊，很高四百万里。如来是具足的功德菩萨，看不到这个道场说四百万里，他不成佛。所以阿弥陀佛因地啊，还不可思议，讲的这是道理，是我们感到阿弥陀佛心地真正是平等。他有个作用，身为菩萨见到道场说。跟那个气味的菩萨到底到张数，虽有高低啊，高低差别不同，乃至于佛的报身有高矮差别不同，但是都可以看到到张数，这是平等，这是平等的。这个里头有一个迷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才说的七圣台最后两个。最后两个就是惭愧，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还是向上的，还有拼命修的，有这个两个字，有这个惭愧心两个字，他才有向上的心。惭什么意思呢？自惭愧他，自己晓得不好，心里有惭愧，愧他呢我不如前面的菩萨晓得好，真的位置高啊，神通啊，道理啊，智慧啊等等的一切功能都比他高，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也要具足七圣台啊，才能庄严他的净土。我们如果因地也是求的这个七圣台，庄严极乐世界，那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当然就想不落，想不下什么？具体的功德就是修七圣台。这个道理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所以说道上说高四百万里的不看不到不成佛啊，这个道理。这样就是二十九条，修得佛各种菩萨乐受读经法奉送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去增加。这个里头说极乐世界的菩萨，弥勒菩萨得了做什么？学习啊，不是得了。刚刚学习，遇到惭愧心的人，哪天都不学习啊？就是在座的诸位菩萨，你们心里也有数。要有自己有文化基础的人，你天天都想想，心里经都有所进步。
当年在座的当年有文化基地工厂忙的年纪老的就表现多年份已经考虑了啊，有这个条件的人我还是勉励作为菩萨都读读大乘经的，大乘经的读什么经会好了，敢于关于这些大乘经典呢，这个数量太多了，看什么情况，看具体情况，最好有条件读读大乘经典，大乘经典不管面太广了、哦、我们不经历，尤其是我们不出不教大乘经典很多，多一步了不要太读得太多，要知道这个意思 再看需要。如果是你走马看花样子，那还不如不读啊，单把一部弥陀经读熟了也就好了。有的人说我读几个弥陀经都没有读到会，说不敢说，当年这个理由已清查完毕，每一个菩萨感应心里要晓得我的弥陀经真认得了吗？我们学里讲过弥陀要解了，实际上呢不要贪多，要忠而精，这个话你们应该有亲身体会，因为你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读书来的，读过书的人都晓得这个道理，是要忠于要精。因为什么道理呢？你精到你才能尝到它的滋味，真正的理论就出来了，吸收经中的精神拿得来为我所用，这叫经。你到了这部经，有了那部经，再看那部经，你看的是多了，就不好用，贪都嚼不烂，对不对？你比方说我们一部弥陀经，你不要把它看得太轻，真正懂了就好了，也可以成佛有余啊！说佛虽然说八万四千法门，他不是叫你把八万四千法门统统修好。我们下这个楞严经下过了，你们记得吗？释迦牟尼佛也好，观音菩萨也好，叫了我们怎么说啊？以根基翻缘，若根都解脱。得一无妄，得一无妄，也就是说你得到一个呢，其余的六根都清净了，所以六根都还原，你跟得些都没六根都还原啊，这得一无妄道。所以修要精要专，下要明就广，知道理论啊。那广呢，我再说呢，你也要读得精一点，不要走马观花。极乐世界的菩萨，你看看，西无得法各种菩萨，那受读经法，同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去增长。极乐世界菩萨也可叫读经啊，阿弥陀佛的愿呐。反正极乐世界先要受持，受持。阿弥陀佛说的法，说的经典，对吧？受持来要多要诵，诵就是要闭下来，要持。你们看啊，这个里头有研究的道理，有很有效果。这个一条里头就是啊二十九条里头啦，讲的是心受，受的或者多。道理我就送，就是对这个经法有刺激，先受接受过来，拿到手就要动，动了要背下来啊，这经法都要背封送嘛，后头才持，持就是这时不放松，后头还要说得学说啊，宣传就叫说了，给他解说
这个数字是比他结束。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读经很考究，得到一部经心要到了后要送，必送下来之后给人家说。所以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去增加，因为他技术打好了就给人们宣传，跟人们说，跟人们说他有辩才，就跟人们说如果没有辩才的，我们都要拜愿极乐世界如果读经的菩萨不得无碍辩才的，他不成佛。可见的极乐世界的菩萨个个都辩才无碍，为什么老师教他的口诀他如法修如法念，所以说弘诵受持解说，到这个时候没得病人行不行啊？不可能。哎，极乐世界各个成分就这个道理，就各个都能得到病人得到智慧。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解释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愿太好，说极乐世界这个佛下愿各个都要教你读经，哎，读经你看都先读吧，对吧？读这个经脉之后怎么样，可能要奉送，读了送了就必送了，必送了要给人家解说，要持才能受呀。你不抓住他这个重点，你怎么样给人家讲，是吧？你读到一部经，你把这部经你自己还说不清楚，重点还抓不出来，就让曹老讲满天过海的讲经那种说法，这是我们反复讲的，像我这样的随随便便满天过海难说道。那极乐世界的菩萨不同样，他阿弥陀佛亲自教你，哎，他有次第的，先教他一部经就受，受他一部经，受他一部经就叫他读，读熟了以后再封诵，背下来，背下来是给人们接受。所以如果不这样子，不得到智慧平台，他不去分，释迦牟尼佛解脱了，我们认为应该就这样子解，就这样子搬运了。哦，这样子搬运不是空运了。那实实在在的都要底信的啊！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把这个事实但愿，说不可思议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啊！第三十条底下啊，其无的法国中菩萨智慧辩才，那可向量者不去增长。你看，前头是我们现在就所谓的这个。如今啊，简单的说一说，极乐世界菩萨读诵受持经典时候，马巴不提，比如的初中生，现在这个三十条的时候，就可以是高中的智慧啊。那各种菩萨智慧辩才，那可向量的不去增长，智慧辩才不可向量。佛的智慧才不可向量呀，所以极乐世界菩萨智慧也都不可向量，所以他成佛的了，懂吗？就成佛的根基基础打好了，所以成佛的基础打好了，他不成佛做什么了？说各种菩萨有前头29条读经受持比他结束得到无碍辩才，说是就30条就得到无量智慧品的，如来能有苦相量的他都不成佛啊。就是法藏菩萨因的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愿，现在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如今实际大家都知道他把这个愿老早就成就了。我们在座的菩萨要谨行思齐啊，进行时期就看前的人已经生了极乐世界的人，他得到这么大的利益，我们干嘛不去呢？你们想想看，为什么又来了娑婆世界干什么？娑婆世界是一切有违反了，大家注意啊，
一切有违反都是幻化的啊，哎，不是真实的东西啊，这是果然原因。某学士管你八戏，你把它当成真东西吗？不是真的呀、啊。我们这个七情六欲都是幻化的妄想执着，没有一件是实在，没有一件都是实在。我要生到极乐世界，才真正是得到实在的东西啊！啊，自己受到阿弥陀佛亲自教育，叫我们读诵手持经典为他解说。所以第三十条才说，无国中的菩萨智慧平台，那可向量的我都不称佛，也是不可向量吗？那不可向量智慧平台，不可向量就是不得条件咯，啊，所以说啦，希望大家都要对这个经文的意思啊广得很，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条文已经说得太清楚。第三十一条，西无得法国中清净，该系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独其明相，那不二者不去怎样？极乐世界具极清净光明，它那个国土清净到什么程度了？你看，我们那么说，就是了。观音上讲的，一颗道场说能进他方世界无量诸佛在住那般人，这是总说极乐世界的国土清净的很。清净到什么程度呢？该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夺其明相，那报而者不去怎样？这三十一愿就总的来说极乐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照着他方世界诸佛的世界，处处都知道。而且是化真为灵来说，你在科学上可以看到，你在七宝寺八光的学莲花中也可以看到，对吧？你在楼天顶缸里也可以看到，一切啊，一切了，十方一切无量无数的诸佛世界都看得到，明白到什么程度呢？犹如明镜独具明相。比如我们自己拿个镜子照自己的脸一样，这么清楚。这他方世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这样子说起来，十方一切诸佛世界都在极乐世界那个一切物境当中都看得到。极乐世界大还是小？这个里头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说，我上次也说过的吧，但是一句华严经是一部大的弥陀经，也可以说包括净土三经都在里头。这部无量寿经，你看它能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独见其相，这是世事无碍法界啊，大家知道吗？什么叫世事无碍法界？叫华严经的四种法界最高的一个法界。华严世界里有四种法界，有四法界、离法界、离世无碍法界，有四世无碍法界。极乐世界最高的是世事无碍法界。世事无碍，什么叫世事无碍？极乐世界的物质就是都是思想上的东西啊，树木丛林、楼台顶瓜啊、蓝泉波池，这都是物质。在每一样物质当中都能找到他方无量世界，就是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这个世界都找到。极乐世界是思想，
他发无量诸佛世界更是实相，要实相呢加实相叫事实无畏。怎么叫无畏呢？你们看看极乐世界迷我这里的都看到他方世界无量诸佛世界没有障碍，这是小众心大，看到吧，小众心大，极乐世界我这虚灵小能照见他方十方无量无数诸佛世界不可思议的诸佛世界啊，就是是我也在讲小众心大，看到吧，这些真正的举国境界。我们经常说这话净土经就是学华严，华严经是学净土，大净土经就这样说。不过华严经呢举例的数字很多，那这个里的讲难的只从一个看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了。因此呢我们下佛法一定要把这个条文要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如果把这个第三十一愿我们一定要好把它浓缩讲清楚，国土清净，清净到什么程度，皆悉照见，皆悉照见啊，皆悉照见，不是有一个东西照着见那个东西照不见，而是各个物境都能照到他方无量这个世界，就皆悉照见。如果有一件东西找不到了，还是不是皆悉照见吗？所以说读书了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研究一下，我们才能真正得其精华，懂了他这个道理之后做什么呢？要升起愿心，要拜愿求生西方去。我们要等到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想一下，你们那时候只有无安乐通，只有宋明通，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再知道啊，娑婆世界那时候我们共同下写无量寿经的时候，哦，今天真亲眼看到了，对不对？我们真正亲眼看到身临其境了，那个境界了，哈，这个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亲身体会到了，亲身经验到了，哦，那个就表述了，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真正要亲身实践，才能真正是得到真实利益。如果挂落在这个经文之上，不摆在心里头去，不真正得到这个实惠，不能算。向下完成，下去。南无阿弥陀佛。